路环旧城区有几百年嘅历史，独特嘅发展节奏令到呢个中式嘅村落又有葡式嘅建筑风格，形成咗一种好特别嘅文化氛围。苏怡，今日由我同城市规划师林奕哲先生啦，为大家介绍漫步澳门街市认识澳门嘅其中一条路线——路环历史建筑。路环市区的面积虽然不大，但是已经有四间庙宇，而当中最古老的是天后古庙。天后古庙始建时间大约是1763年，庙入面供奉天后娘娘，是保佑渔民出海的神明。根据习惯，天后庙一般都是建在海边的，在路环以前就没有那么多建筑物，所以这座天后古庙其实它可以望到整个海湾上面所有的航船，航船上面的人也都会望到天后古庙。为什么要有这个对望的关系呢？因为这样就可以知道这个海湾其实是安全，那些船员就可以落船补给，或者将船暂时靠泊。所以在古时候，除了说作为一个宗教设施之外，天后庙同时也作为一个灯塔或者航标的作用。刚刚介绍过的天后古庙是路环历史最悠久的庙宇，而讲到香火最鼎盛，就是我们身后面的谭公庙。庙入面供奉谭公，相传它是广东惠州省的木桶，得到成仙之后拥有呼风唤雨和治病救人的神力，所以得到渔民的崇拜。是啊，苏怡，不讲不知道，这个谭公的信仰文化其实跟往日路环的彩石业有莫大的关系。19世纪初期，呢度周边都有好多嘅彩石工厂，而呢啲彩石嘅工人大部分都系嚟自于广东嘅惠州噶。咁所以我哋相信，澳门嘅谭工信仰文化就系由呢一班工人带到嚟呢度噶。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谭公诞，更加会演出神功戏贺诞。除了谭公之外，亦都会迎请路环市区另外两间庙宇的神明金花娘娘、观音、华光一起来戏棚欣赏神功戏。回顾路环历史的发展，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，而古时的政府主要管理城市、城镇，居民出入市区只能依靠水路，所以路环是维持一个比较原始的状态。20世纪初期，澳葡政府先藉由一宗海盗绑架案的营救行动，正式进入路环去管治，而受到葡萄牙政教合一的传统影响，天主教文化慢慢进入了路环这个地方。而葡式的建筑亦都开始在这个中式的村落里面出现了。刚刚提及过，路环是比较原始的渔村，交通十分之不方便，而当时澳葡政府为了方便路环居民的生活，开始兴建一系列的公共建筑物，例如有路环街市、学校、发电厂等等。时至今日，当时作为外来文化的葡式建筑已经融入了路环市区，令路环成为澳门其中一个体验中西文化交融特色的地方。直到三条澳氹大桥和路氹连贯公路相继落成，澳门半岛氹仔路环的陆路交通慢慢被连接起上来。与此同时，路环的造船业、渔业和彩石业亦都开始式微。这个时候人口开始减少，但亦都因为这样更好地保存了一个有中葡特色的社区风貌。感谢林奕哲先生为我们介绍这么多路环市区的故事，如果观众有兴趣的话，都欢迎亲身体验漫步澳门街路环历史建筑的这条路线。